来这里之前，我被一名九圣联盟的武王偷袭，也不知其他人是否安全。没想到他们如此好动，我们抓紧时间先会合。是蓝鹰武王。 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赶紧滚！蓝云武王好威风，多亏真阳剑主赐得机缘，否则我孤身在此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客气了，你配得上这份机缘。你们就不要互相恭维了，其他人还等着呢。 玉瑶，只有你一个吗？是。你们可是遇到了麻烦。不值一提。这里灵气充沛，不如大家一边修炼，一边等吧。万剑宗武王剑精玄，你们已熟识。 这二位是海域武者毛冲、刘毅。既然人已到齐，那就出发吧。等到了巳时，迷雾便会散开。 镇妖剑主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吧！你刚才不是还说要杀了我们所有人吗？都是气话，不能当真啊！我修炼至此不容易，你就放了我吧！哼，放了你，让你继续祸害人族吗？那就别怪我拉人陪葬了。 如你这般暴力、自摧之人屡教不改，再盛气为非作歹，伤害无辜之人，那就休怪我。你没资格让他出手。 我是他娘子，颜若冰。此女不可轻视。哼，她再强，也只能是本王的手下败将。啊！看你能挡几拳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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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！
没想到真阳剑主的夫人也如此厉害，当真是天生一对啊。本王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宫羽瑶代表人族出战。战关乎圣岛归属，武王中期就不要捣乱了。姑娘，玄沙王实力高于黑蛟王，还是交给我等解决吧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毛子。我倒觉得由羽瑶出战胜算更高。你觉得他比我和蓝阳都强？我只是觉得他比我们适合对战玄沙王。羽瑶的实力不在巅峰武王之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能耐。那就让他一试。道阴宗宫羽瑶请赐教。多美的人呐，本王真怕一不小心就把你的漂亮脸蛋儿抓花了呢。出招吧。既然你找死，本王就成全你。雨烟情况如何？若冰已用太阴真气封了他的经脉，撑几年不是问题。距离圣道开启还有一年多，我们大概什么时候出发？海外灵气充沛，适合武王修炼，更适合疗伤，最好立即前往。好，我来带路。我们不在的这段时间劳烦剑大哥了。我一定护好聂家。走吧。